今天我同学拿了一只甲鱼啊，浮一浮一浮的嘛，啊，是一条一条的。我们把它怎么做来吃呢？皇上，没错的，皇上好奇。这两个水就是咱俩的，谁的？上不过来了，先给他洗个澡。哟，再一刀没给了，这个本子太烂，太烂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少、哎，吃一道放火灯。你有他难吧？现在要你救援，那才要救援。这养鱼可就不好玩，那杀了不玩它了，不玩了。怎样抓的？抓这个位置，抓那里啊？抓了还太阳光，还挺长的，你看。好了，我把脚剁了。啊，开门。哇，这咬人，你看。这刀开吧。那我来，我来。那我来，好吧，观众也放心了，好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徐少辉，幸运打转的，这还要修毛。行啊，那样，看不这个艰难呀。哎，洗个澡。洗个澡，烫个四五分钟，三到五，烫快了几分钟，咱们把它这个盖取掉，把它的房子拆掉。小块，生姜大蒜。先把生姜大蒜爆香，把那边放进来了，放点米酒进去，要更香一点，酱油上色，现在加入水焖煮，加入生抽、蚝油，撒点黑胡椒粉。